诺克斯这狗都不玩了，还好吧？上一把前三名的人都很强啊，前三名的人，前二名的人是四倍三、四倍三，你玩诺手就赢不了，你上版本的诺手都赢不了。你要看那把有没有赛狗啊？阿福的第二个跟第三个厉害吗？第二个比二的强一点，但也没到很厉害。第三个，第三个彩色的不错吧？如果你缺转职的话，我今天看有那把第二把了，第二把诗诗的第三个海克斯是彩色，然后送他一个铲子、一个尼克什么的。哎呦，现在能玩什么？嗯，天使小炮。杰诺莫克法师枪手挑战沙皇95，但95有点难成功啊。哦，还有雷克萨，这些都还不错啊，但有分很强很强跟一般一般的，最强的应该就这个吧。那三个感觉是 T 零。海岛将同伙接近。干嘛？Run it back。吞噬了海岛的黑暗，来自海底的深渊。有看过赌蛇女吗？嗯，我打的时候还没看过，应该一般般吧。什么蛇女傻迷啦？boss 这把扭料，上盘就能玩了呀？还是试试看家里有没有料 ？OK， 试一下。哦哟，首次拿了阿福，玩阿福。哦，是什么？还行吧。刺激场地，这场地真的蛮好玩的。今天玩了三次这个场地了，心得只有这个场地别拿，别玩我财。今天看到一个人玩我财，送两本书。就是这个、啊，
其实有这个的话，我可以八等九 IO 哎。那场地是干嘛？第一次看到新地图，每个阶段开始会送给大家某个奖励，每个人都会拿到一样的。这个奖励是随机的，但每个人都会拿到一样的奖励，可能有这个嘛，自然之力、转职书什么的。可以玩一下那个爱欧大东。大家都有加强回来，呵啊，八等刚好 IO 大东，你有二的状态，有人刚有贴的几率表。阿普是玩转职收收的吗？就还可以接受的转职偏多啊，你二十一忙开转职的话，还有给你一点钱吗？然后有大奖吧，虚空、佐恩、虚空佐恩是大奖啊，剩下的应该就看当下的情况了。可香玩家削弱还是很猛，嗯，一般般。今天第一把老七就是可香。差一个卡尔玛，这块地盘是为我建的，只为我。曾经可当老七，就一般般哇。加狼，你也太多狼了，还是机械手臂的。他不是其实手臂，他为什么看起来他刚普攻两下？哦哦，我后悔了。哦no， 姐你回来，你听我解释。有点穷呀，吃个二十块。你听我说，你是我最喜欢的两配角。狼人，狼人确实还可以啊。狼人前几版是超模，现在就变成不超模吧。以前你狼人不糊还是可以玩，那你现在狼人就糊了去玩还行。正常的海克斯都是你胡的玩就还行了，狼人真的强度叫做不正常。小杰、圣雅索都行。
但为什么我这把那么穷啊？哦，我一堆两飞了。他没事。我看了一看版面，我想说这把怎么那么穷、啊？哦，原来是我一堆两飞了。What is this？ 哦，哇，真的要八等九 IO 的。那小杰，我不要你了，你滚。怕狗。狗狗，你比赛不是长这样的、哦。严格来说，比赛吃的那把也是艾欧尼亚。我还是有开艾欧尼亚这个羁绊的。八等九 IO， 然后二星阿里，二星贝贝 ，OK， 展现实力的时候到了。哒哒哒哒哒 ，OK。想都别想，红 buff， 如果我没杀掉你，我对你很失望啊！我两个艾欧转呢，我整个版面变掉了。那我要玩什么？有人在意过主播的感受吗？应该会有吧。应该会有人在乎主播这场的感受吧。我有两个艾欧尼亚转，没关系，我把伊瑞利亚二赛特二变掉 ，OK。OK。艾希二强还是这个？应该是艾希二吧。这个小杰感觉得留一下，有点想拿这一只，但为了我的九 IO， 我可以伊瑞变赛特，赛特变卡玛，卡玛变亚索。哦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二还有人带吗？蛮多的吧。这把有点没说服力。但新版本大家都来摸索了、啊，感觉人心最终会回到二身上。现在带阿福也是上版本的二，用到吐了。人心还是得回归二的。我爱德玛西亚，这是我唯一到过的地方。
永斗我觉得还是很猛，就少100滴血还行吧。明火就是前期打工应该也还行吧，就直接拉克斯带明火没那么鬼扯，那没办法，一个大秒掉所有的坦克。这只天使五等的，应该打得赢吧？傻喵打工很强，对啊，已经本来就很强了，这版本又加强傻喵跟蛇女。然后你的诺克萨斯，如果没有要走到底的话，你一开始的三诺其实也是比上版本高，因为这版本的三诺打工又比上版本强很多很多。哎、欸，你送我这个干嘛？你干嘛？黑马的时代尚未到来。正在报聊天室的黄鸡王还在吗？我们的聊天室有一个黄鸡爱好者，我感觉是被他诅咒了。那个黄鸡王在吗？在的。OK OK。哎呦，一直杀错人。杀错了两个人，不过应该也还好吧。你们会原谅我的吧？烛光。老哥，你是暴君哦。嗯，聊天室动太快了，我没有办法。烛光不好吗？银色的一般般。十发其实防御挺强的，如果你要玩亚索的话。
玩神域这个也很强啊，玩 IO 我感觉这个也不差。有一个用二十金锁之歌，一个用身，你知道他的身是什么？安德鲁奇。一张牙鼠，为什么他最后一个拿皮啊？他是主播吗？六V 给的东西超烂欸，反观卓明是玩什么天使吗？老哥刚被误杀，抱歉。聊天室动太快了。I'm sorry。再让我看到一只黄鸡，再奔600秒。哎呀，输嘞！等下，可不可以直接掉五菲尔啊？掉一只贝尔维斯，我就不生气了。我怕他等下再掉一个黄鸡二给我。什么都没有，臭鞋子。开场了。哦。哦。这地方
多个挑战，克里斯还是多的呀。嘟嘟嘟嘟嘟嘟，沙皇就这儿。本聊天室禁止提到沙皇。小鸡哔哔，小鸡哔哔，什么是小鸡哔哔？特隔离。这么多，这个也没有一个。狼人大概还有要亚素了，或者是贝贝。我感觉直接拿法爆了。亚素你也不用来了，没有人喜欢你。要追亚飞三吗？这边凑四十，等一下哈里二被维持二，感觉随便赢，也没有人喜欢你。艾欧扎斯不强吗？嗯，那贝贝强吧。提半刚比较漂亮，确实是。
NA 新版本的吗？对啊。谁是卫星可以考虑看换换看啊？来看一下这个有没有料，有料吗？聊天室。那这样可以把杰找回来，可以不要谁？可以不要这个？剑魔有吃到光速吗？哦，有哎、欸。Holy shit！ 那我等一下看得到。我等一下看不看得到杰？欧里西。阿里，你是最棒的，我最喜欢的五飞脚。哦，还有剑魔，哦，还有贝维斯。哦、oh? oh? ，好看起来喽，好看起来喽，好看起来喽。滚啊！Holy！ 哈哈哈哈 ！Holy！ 艾欧剑魔有料，又被你们学会一招了，又被偷了一招，艾欧剑魔嘎嘎乱杀。版本答案 ，IO 建模。